我们本场一共有24位运动员，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跳水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何姿带领的队伍金牌队。你们好，宝贝儿们。哇，小公主啊，这是四川成都来的朋友，你好你好。哇，还有杂技团的朋友啊，你好。哎，我认得你，欢迎各位，欢迎欢迎。接下来即将入场的是由演员孙倩所带领的队伍拿下金牌队，这个名字我觉得起得有点挑衅的意味。拿下金牌队来了，汉堡妈妈呀，还带着奶嘴来的呢，小鸡宝宝啊哈。消防员三兄弟，有还有穿越来的哈，欢迎各位，欢迎两队的教练员也来到我的两侧哈。Hello， 大家好，我是前跳水奥运冠军，也是前跳水运动员何姿。我是带队来挑战这个奥运冠军的孙倩。两位教练员不容易哈，你们看你们今天带来的这些运动员们都是各式各样，这看着眼熟，好像明星啊，像郝邵文哈。对，还是从恐龙时代来的。欢迎各位，我不知道有没有观众还能记得哈，在今年大年初一的时候，我主持一个节目叫《新春喜剧之夜》，开场的时候就有一个年画娃娃，对，一看这小宝宝太可爱了，我想挑战抱了他一下，结果没抱起来。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吧。嗨！看到我们这些可爱的宝宝们，他们今天这样的一个造型哈，我们会非常的期待。接下来我们要请何姿来代表我们教练员进行宣誓。我作为教练员代表宣誓。我们将全身心投入比赛，尊重并遵守每次大赛大会的规则，让运动员以公平积极的态度参与项目，发扬体育道德精神。宣誓人何姿。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运动员代表恩宝以及我们的教练员代表孙倩进行宣誓和领誓。我作为运动员代表，宣誓，宣誓，为了体育的光荣，不反对体育，我们会遵守规则，以饱满的热情参加比赛。宣誓人恩宝，好嘞，好，谢谢恩宝。有请我们的运动健儿们先到台下，暂时的备战和休息准备一下，好不好？好，谢谢。